哎呀呀，别傻了，孩子用这个拖把呀，这个看到没？你擦完之后，这上面容易落些某些某菌，而且呢，它也刮不干、刮不净啊，看没？你时间长了之后，冬天就它粘，夏天就它硬，不好用了也。来看我新买的这个了吗？它是什么呀？珊瑚绒材质的啊，超细纤维绒的一个布面，看到没？一遍擦干，它滴水不沾了；一遍擦净，它滴水不剩了。擦完就干，擦完就净。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，看好了，看到没？行不行？关键它是什么呀？仿手拧的技术啊，这么抖一抖，涮一涮就可以了。看好了，轻轻拧，慢慢转，就像用手拧毛巾一样。冬天不用抹冷水了，夏天都不用抹脏水了。看好了，要多干有多干，挤不动的时候往前一推就可以了。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，来看好了，是不是非常干爽啊？演我头像啊，圆通工厂搞活动呢，这一堆都是你的。